非常不错。哎 ，Hello， 透过灯光哦，那个瀑布出呈现，表示很用力在为他们加油，谢谢你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啊，来自我们所罗门的朋友们的表演。我们知道，在南岛文化节，台东县政府从1999年来首次举办以来，我们台东人真的是很有眼福，也聚集了很多全国的朋友们来到台东来欣赏这样的一个盛会。那我们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应该不止只有台东人，我来做一个调查一下哈，请问没有奖品的哦，我只是做调查，来自台北的朋友请挥手，在哪里？怎么跟我一样？怎么跟台湾族一样黑？啊，没有灯光啦。好，欢迎您，来自高雄的朋友在哪里？啊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喝饮料？后面有在卖啦。好，来自嘉义的朋友没有？阿里山的有没有？有吗？挥手一下嘛。好，来自东帝汶的朋友没有？有，有，他们有来哦。有没有来自国外的朋友？除了东帝汶，在哪里？绿岛不算啦，先生。哎，大哥，绿岛不算。哪里？圣地牙哥。哦，圣地牙哥。还有哪里？什么？澳门哦。等一下，你们找一个发言人，这样太长了。来自哪里？日本东京。日本东京，哇！来，掌声给他鼓励。好，那个敏感的问题我就不要问了，我认为是我的。好，好，我没有，现在新闻过去了啦，8点了啊。我们要介绍什么我都忘记了。好，我们要介绍的是所罗门的朋友，他们今天我们演奏用弹箫，换我讲话了啦。他们要用排箫来吹奏战舞摇篮曲，还有对当地生态问题的一些省思，还有对团民的尝试。那待会除了排箫排笛之外，你们会看到有日字鼓、海螺鼓，还有他们的穿着，如果他们有穿戴项链，代表他们不是低收入户，就是很富有很有钱，也会带贝壳环，待会我们除了欣赏他们的乐器的演奏之外，可以从他们的穿着、他们的服饰去一窥我们远方亲戚他们的民族性，还有他们的服饰的展现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现在集气一下，来，用你们的掌声鼓励欢迎所罗门的朋友，掌声鼓励。为了慎重表演，有一些乐器还在做准备。我在这里呢，我刚才突然忘记要介绍，他们从所罗门带来了他们珍贵的 CD， 好，在今天有贩售。好，那因为今天在这个现场，他们来到这里，那明天的演出他们在别的地方，所以请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他们音乐，请购买 CD， 一张500元，不是美金哈。台币500元。如果你购买 CD 的话，可以跟他们签名，还有合照。那我们背景都已经架好，也有灯光，所以不要怕他们不感光哈。那待会呢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也愿意来留下他们的声音，欢迎你们购买 CD， 一张500元台币。好，我没有抽成哦，是成本就是500哈。来。哎呦，很像我家亲戚哈，再照一次，来，脏啊。
next item is thank you. Next item is all and we can get this for our friends from New Zealand.